咱不又不是故意的，掉线这个是没办法，只能说给观众们造成了不好的观看体验，这个就只能给兄弟们道个歉。谁想掉线？打了这么久，对吧？来不掉线都很难受的呀。你观众看的难受，我跟水友也很难受。刚好等个不灭 A 的，打了那么久，谁想输？我们在场十个人都不想输。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！烧吧！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现在看不到真实人数，看不到。好受多了，言语毫无，血肉才有分。AQ 都被打，这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，渣子，要时刻留心背后。这跟股市有鸡毛关系？没关系啊，技术性回调。对悲惨，周一应该还会小跌一波，周二开始猛猛猛猛拉，周二拉到周五，周二到周五直接拉20%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现在外面，当心炸药桶，伤度血，直接站小兵里面。马上六级。渣子，我要吃饭了，消遣一下。没狼开大了，好，兵线还行，兵线能接受。脏东西，你还没见过血吧？侥幸心理，又一个，已经和我一起成功。A 出来了，还可以，再 Q 一下，没 Q 到不灭。当然再上了。Double kill， 渣子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真以为我不敢打到底了？人人有份，用他们的人各有命，富贵在天，直接硬干到底，大不了互换了。阿狼来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，都打不死我喽，老嗨。渣子，
我感觉能反杀。哎呀，好爽好爽好爽！我要暂时远离杀戮了。我操，武器没死，好像我开大 K 了。算了，一百多滴血也打不死他，我应该开大抢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更多火药，把他们连起来，人人有份。简简单单一刀。不要自己是唯一的，你们就能安逸。要时刻留心背后。人我要杀，蛤蟆也要，炮车我也要。直接给兄弟们看爽、啊。W 加了平 A 技好受多了。又一个空喊可没好，别打不打，打不打？发病了，发病了，这人发病了。手枪还是弯刀，我都无所谓。好，可以，妈的，差点钱。妈的，回头回晚，操！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还不跳大呀，人都快被打死了。哇靠了呀。
为啥不带下路，一直被个带线给拖死了。真要开大龙，不开也是高手。我操，露露在，妈的没死，算了，拿大龙要紧。又他妈炸倒了，输太多了。玩的好烦，玩的。哎他妈的，哎呦，活不了一点，太痛苦，到这老队，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打不了龙，我怕他被抢，拿小龙去。你他妈回家守，你为什么还在下路啊？我真受不了，你不是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？我虽然失去了船。我的妈呀，能不能有一点点用啊？然后还被单杀了，太他妈重了，哇，受不了了。我下波没闪，他妈是老鼠。死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。
就看好 B 线的，不用管他。但老鼠太火了。一发变羊给我们一个垫底，垫啥？那么杀不开始直接硬上，我都真的受不了了！滚你妈的！给你一刀，差点又接了，完了我脑壳疼，真的真的脑壳疼。